这个人软掉，又有满他弄错了。他搞错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不好意思给大家看到这个袋子的，因为这一集是跟上一集其实是同一天，我们一个礼拜不能交啊，就想说今天要交到两集这样。那今天是星期二，所以我们又来交了。今天的目标已经有了，就在我们眼前。不是比基塔，比基塔虽然也很帅，可是我们要夹的是他旁边的 Naruto。为什么要夹他呢？因为哦，我们上一次有拍那个结婚照的影片嘛，大家就说我的衣服很像明日跟他老婆 Hinata 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，对，是一样的哦，是一样的，是白无垢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他有特别的感情，就想说要夹他。有吗？加油吧！而且只剩一个哦。只剩一个有啊，在上面，上面还有四个，还有四个。看到 Naruto 的 figure。嗯， Naruto 因为已经出完了，现在是出他的孩子，所以算是怀旧吧。那夹吧，你来夹，因为上一集是我夹到的。我有自信。你有自信吗？加油！哎呀妈，加油咯，全都靠你了，你有自信，有自信是最好的事情。对呀，这样的。这种箱子平时我们都有夹嘛，但是尤玛你要小心一个地方，就是爪子异常的大。嗯，所以真的，这个是要小心的地方，加油咯。我要先夹后面咯。先夹后面，好的。啊，尤玛啊了一下，难道失败了吗？哎呀，好像不是他要的地方，不过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发展。哎呀，第一夹就卡到了，第一夹就卡到了。它真的是很大耶。爪子有点大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！哎呦！尤玛看起来很开心，难道？还有一次就。哎呦！它现在出现一个 V 字嘛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只要把那个爪子放到这个空隙里面，把它推上去之后呢，就有机会。可能一次夹不到了，我不确定，要看一下这个爪子有没有力啊。夹到之后还有好多字哦。每一个夹娃娃机都有玄关，不一定那么简单，所以我们要去研究一下怎么弄它。看，还有那么一点点。这个人软掉，因为尤玛他弄错了，他搞错了，尤玛已经不行了，各位，完全败北，好吧 ，baby， 我来救你喽，英雄救美，跟上一集一样，来吧，拍我，我觉得直的不行，所以我要弄后面。巧克力啊，你怎么弄的呀，刚刚怎么弄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没事。你怎么可以
把刚刚没有夹过的位置，中间吗？对，中间，因为刚刚又没夹。其实照理来说，我们要夹下面把它推上去嘛。它这个刚好就夹，大概是这里、这里、这里这样，把它搬动，英雄救美，成功。可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夹到，所以心情还是不是很好。没有，我刚刚有点肚子痛。啊，有点浪费，有点心痛，没有关系的。教蛙本来就是要还学费的嘛，教蛙本来就是要还学费的嘛，不然我们怎么学习？那给你，高兴吗？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喽。给大家看一下名人的娃娃，因为我们没有要开箱，所以给大家看喽。哦，他可能就是这个动作是在占卜的封面出现过的啦。对，是第可能是第几回，我看一下，他没有写。第五十回吗？还是五十周年？我不知道啦。总之就是这样，不出现过的画面做成这个。对，做成这个娃娃还蛮酷的。好啦，回家吧，各位，拜拜。你要好好训练。你要好好训练，那下一集是一定要你夹到喽，拜拜。